蓉蓉，你咋？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哦，好。哎，我说这个灿灿不是180斤吗？怎么天天穿那么显瘦好看呢？同样的衣服为什么要买两套？哼，不过这个衣服还挺不错的。要不，反正我也是个胖子，我试试呗。也不知道我这么大个肚子能不能遮。哎呀，还不错耶，真的能穿。这个料子好舒服啊，冰冰凉凉的，又这么柔软。我再把这个裤子试一下吧。这个还不错耶，料子冰冰凉凉的，还挺舒服的，又凉快。我170了，这么大个肚子，一提起来全都给包住了。哇，这一套好时尚，好洋气啊！哎，蓉蓉，啊，你怎么穿我衣服啊？哎，灿灿，我就是看你啊，180斤呢，怎么天天穿那么显瘦好看？加上等一下我要去参加我前夫的婚礼，你这一套能不能借给我试试呗？等一下回来我请你吃饭嘛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你要穿你跟我说一声嘛。再说了，你170斤，老是穿的邋里邋遢的，其实这一套我早就想给你了，你穿的还真的挺好看的呢。哎，你这些衣服都在哪里买的？怎么我每次买的衣服不是紧就是显屁股显腹大的？哦，这个啊，我是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买的，裙裤呢才69.9元，便宜得很。对呀，蛮方便的，你看里面是个短裤，还不卡裆，这样子，谁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大肚子大屁股了。对呀，以后就这么穿。嗯，好。